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二百面啊，第二百面第七行第二句看起啊，从无名嗤之以名。大乘一章曰：嗤岸之心，体无慧敏，故曰无明。无明贪嗔即三毒。由于智慧到彼岸，并因三昧之力，故三毒永无，三惑俱净，过失皆亡。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向下了，都是解释前面经文里头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净过亡三昧力啊，这两句经文，这两句意思都非常之深啊。无明就是贪嗔痴所说的痴，愚痴啊，所以愚痴也叫无明，明是智慧，痴叫没有智慧啊。贪嗔痴称为三毒烦恼啊，这是最严重的。大小乘经里头，佛确实无尽的慈悲，不断地提醒我们啊，可以说他老人家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不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不知道厉害，这就叫无明。如果真正了解事实真相，我们就有恐惧的心啊，有高度警觉心。这三样东西，贪欲是恶鬼道的业因啊，因缘无量啊，确实说之不尽。无量因缘里头，总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缘啊。那第一个因缘是什么？这佛常常就为我们说出这最重要的末轨道的因缘呢。最重要的就是贪心，贪心堕地狱啊！啊，不管你贪什么。贪什么东西，通通是地狱因，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啊！贪财是地狱因，贪色是地狱因，贪名是地狱因，只要是贪就是地狱因。那学佛呢，贪佛法也是地狱因，所以佛法不可以贪啊！这个一定要晓得。为什么贪心堕地狱啊？不是叫你换对象啊，啊，我今天世间法不贪了，那明文理啊我都不贪了，我贪佛法，这不行吗？啊，你贪心未断，啊，那就是地狱业因。啊，贪心堕恶鬼呢，在恶鬼道的受的苦比较少一点，啊，因为你是善法，啊，但是总是在恶鬼道，啊，恶鬼道里头比较有福报的，啊，所以多财鬼。你看看你都沦落到这种地步啊。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呢、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佛法也得放下，不能贪
啊，贪了就惹麻烦啊，嗔恚堕地狱啊，嗔恚什么？怨恨的人的心都是属于嗔恚，功高傲慢也是属于嗔恚。啊，嗔恚里头的一分呢？啊，全是地狱的业因，你何苦呢？啊，你学佛，学佛不堕地狱啊？连念佛人都堕地狱啊！这一桩事情，我在讲习当中给诸位也讲过多次，也都常常提醒大家。啊，我看什么东西看到呢？慈云灌顶法师，前清乾隆时候的人，啊，这位大德真了不起，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你看，日本万字序藏里面收藏他的著作有20多种，啊，他的著作总共大概将近50种，著作等身呐。住得好啊！啊，早年我讲了《严经》，参考他老人家的注解。啊，他有一个分量不太多的，是《楞严经》里头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疏抄，是他做的。啊，念佛圆通章文字不多啊。只有244个字，他的疏抄是一大本啊，注解呀，注得好。最后一页啊，底下最后一页呢，他说出念佛100种果报，头一句就是阿鼻地狱。那个时候我在学经教啊。我就拿着这个本子去见李老师，我说老师，念佛怎么样不好，也不至于堕地狱吧？怎么头一个句就是念佛堕地狱呢？老师一看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大问题，我不给你一个人讲，啊，讲经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嗔恚没有断啊，念佛还发脾气啊。因为这种人有，我想很多同学都见过念佛人发脾气嗔恚心没有断啊，有嫉妒有障碍啊，有火爆脾气，这我们才完全明了了啊，他100个果报，最后一个是上上品往生。啊，所以这个我们用《金刚经》这个话来的时候，就能够看到相应的地方了。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法上应时，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所知障啊，不但障碍你借这个正果，障碍你开悟啊，法也不能放在心上啊。啊，那个《金刚经》上法比喻做过度的船一样啊，它有用，帮助我们从彼岸到从此岸到彼岸，到了那边法要舍掉，不舍你得不到，所以法要舍啊。可是在净土中呢，净土中的时候就待业往生，法没有舍也能够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地位不高。如果把法舍掉了，舍掉往生是生十报庄严土，不一样啊。
啊，不过净宗是真的是得阿弥陀佛无比殊胜的加持。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品位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也做阿惟越智菩萨，这个不可思议，这叫难信之法了。我们要深信不疑，阿弥陀佛哪有说假话的道理啊！所以我们相信，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啊！你要知道，贪嗔痴慢疑都要舍掉啊！最好在这个世间，我们得到清净心啊！这是三种修行功夫里头最下一等的清净啊，中等的是平等。上等的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用净土宗的名词呢，上等的理业心不乱，中等的平等心是事业心不乱，下等的就是清净心功夫成片啊，只要我们能到做到功夫成片，往生是自在的去啊，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啊，没有挂碍啊。啊，关键是放得下，放不下不行，要彻底放下。啊，这个痴是很难断的。啊，贪虽然很猛烈，贪还容易断。啊，痴是非常难断，就是藕断丝连啊。这个地方，这是把无明贪嗔皆永无嘛啊，这是第一个是说到痴啊，这是痴的一面。大乘一章里面有几句话解释，说痴暗之心。这一句里头含着很深的意思。什么叫痴暗的心啊？大乘教里头佛给我们说的有一念不觉，二有无明。这无明从哪里来的？一念不觉。这个一念不觉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念，那个里头的一念啊，如果我们弹指弹得很快，我想我能弹4次一秒钟，我相信有人比我更快的可以弹到5次。如果弹到5次，那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呢？1600兆。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你能感受得到吗？啊，就是那一念。那一念就叫无明。就是那一念。佛经上讲的一念不觉，就是一秒钟有1600兆的念头，这里头当中的一念啊，最初的一念。那我们是从一秒钟来观察这个现象，你就晓得这个现象已经生灭1600兆了。一秒钟这个现象被现在量子科学家发现了，我们真是曾非常感激的心啊！啊，他们发现了之后为我们说明这些物质现象，
我们再拿佛经来对照啊，就更清楚了。啊，真的知道释迦牟尼佛在这说的是什么回事情。啊，这个发现就是法相宗里面讲的阿赖耶。啊，你看佛经上说的，这是相宗经典，华严经是相宗经典六经之一。啊，一念不绝。啊，这个无明就是阿赖耶出现了。啊，这一念不绝是什么呢？是阿赖耶的业相。啊，业是什么呢？业就是振动，我们今天讲的波动现象。啊，频率非常微细，非常快速。啊，它太快了。啊，这个现象呢，就叫阿赖耶。阿赖耶同时具足转向跟境界相，啊，在一般呢，唯识学家里面讲四分，心心所四分，啊，八个心王，五十一个心所法。每一个心心所都有四分，自证分、正自证分、见分、相分。啊，那么心心所它有精神现象，它也有物质现象。大乘经教里面佛常讲的五蕴，诸位常常念心经，心经头一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阿赖耶是什么呢？阿赖耶就是基本的五蕴。啊，这个东西提示无蕴是受想行识，从这个东西升起整个宇宙万事万法都离不开无蕴，无蕴皆空就是万法皆空。啊，因为一切万法是无蕴构成的。啊，无蕴里面受想行识就是见分，物质现象就是相分。啊，它的业相就是自证分，正自证分不一样，正自证分是自性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所以它能够照见。啊，照见什么？照见阿赖耶的三细相。要没有这个智慧，阿赖耶三细相谁知道啊？啊，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照见。啊，明心见性的人就看到了。啊，就发现了这个无明啊。啊，这是所有一切烦恼的病根啊，所以痴暗之心啊，体无慧明啊，他迷了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他迷了啊，所以迷了之后，把自性里面的见闻觉知这四德转变成受想行识，色根本就没有，啊，有物质现象根本就没有。这科学家
量子学家说的是，他们根本不承认呢，这个世间会有物质的东西存在，这对正确的，这跟佛法教完全一样的，啊，那完全是个虚幻的，是什么？意念累积、连续这个现象，啊，这个说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所以科学现在这个速度在进展的话，我有理由相信。20年到30年之后，佛教不再是宗教了。科学家会承认，佛法是科学，啊，高等科学，啊，佛法是哲学，啊，不再是宗教了，它跟宗教分开了，啊，近代科学所研究的这个结论。跟大乘佛法就完全相应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佛教，啊，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它里头讲什么东西，啊，我是把它分为五大类，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这五大类都讲到究竟圆满，很不容易啊！啊，我们是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对这个宇宙万事万物啊，佛法里都是分的，所谓性相、离世、因果。通达明了啊，这是佛法，这叫学佛，真正通达明了，这学佛啊，通达明了，那就在眼前摆的一个现象，就告诉你没有生死这一桩事情，生死是假的啊，再告诉你生命是永恒的，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大乘法里面讲的大般涅槃呢，啊，所以佛经上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乘，本来是佛，这一点都不假啊，只是我们现在迷了，糊涂佛，真的是佛，啊，是迷而不觉啊，那么诸佛菩萨很慈悲，他来引导我们啊，让我们破迷开悟，回归到自觉，不就成佛了吗？啊，你本来是佛，现在又想去做佛，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啊，你然后才晓得佛法无比的殊胜呐！啊，随着痴暗之心啊，提无明慧，本来的提，你看自信清净圆明提，那个明就是智慧，啊，现在变成智慧没有了，啊，这就是什么呢？你有烦恼障碍住了啊，一念不觉就是烦恼，这叫无明烦恼啊，这是烦恼最深的一个层次啊，你的智慧也变成烦恼了啊，所以烦恼即菩提啊，啊，烦恼跟智慧是同一个体，觉悟的时候叫智慧，迷的时候叫烦恼啊！你能把念头转过来，烦恼就变成菩提了，你就觉悟了啊！所以叫它做无明啊，无明再加上贪嗔，这叫三毒。如果再加上慢疑啊，
傲慢、疑惑、怀疑，那就叫五毒。我常常跟大家讲五毒。五毒里面的疑怀疑，不是普通的怀疑，对佛法的怀疑，对圣教的怀疑，对经典的怀疑，对修行正果的怀疑，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啊，你要有这种疑问，在心里面说，你这一生没指望了。啊，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非常困难。为什么？你会问，极乐世界真有吗？啊，真有个阿弥陀佛吗？你打上这个问号，极乐世界就去不了了。啊，但是你阿赖耶识里头下了种子，来生后世继续再干。啊，这一生不成功了，成绩还有，还累积在这里。啊，就是不够就是了，你不及格。啊，你必须把这五种烦恼通通断掉。啊，贪嗔痴慢疑，通通断掉。我们这一生成就就有份啊，话讲得容易啊，做起来真难啊，但是有人做到了，他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呢？这个得认真去思维啊，别人做得到，我也能做到。啊，实在讲，做不到是你不肯干了，你对这个世间有贪念了，你把这个世间看的是真实，关键就在此地。啊，这个什么？这就叫迷，这叫没有智慧。啊，你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啊，永嘉大师正道歌上说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啊。这是把六道轮回的真相给我们说出来啊。啊，这个梦就是无明啊。真的是一场梦啊。啊，醒过来之后这梦就没有了。六道就不见了。啊，佛给我们说的很清楚，放下什么呢？放下见思烦恼，六道就没有了。啊，见思烦恼里面的思惑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样东西放下了。啊，心地清净，清净心得到了，六道就没有了，醒过来了。醒过来的世界是什么呢？四圣法界，你看到了，声闻缘觉菩萨佛就在你眼前。啊，你换了境界了，好，六道是秽土。染污，今天讲的是严重的染污。啊，四圣法界是净土，这个里头完全没染污。啊，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但是它还是个梦。还不是真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能把尘沙烦恼放下，尘沙烦恼是分别，啊，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再分别了，不但没有执着，分别都没有了，那就是菩萨了。啊，四圣法界是四法界了，你就升到上面两层了。
啊，下面两层声闻缘觉菩萨佛，啊，你升级了，从小乘升到大乘了。啊，那个佛不是真佛。啊，真佛、假佛，以什么为界限来分别呢？就是用心。你用真心，你就是真佛；你还是用阿赖耶，你就是假佛，你不是真佛。四圣法界里面的佛，他还是用阿赖耶，也就是说，他还没有能转识成智。啊，他只是把分别执着放下了。啊，肯定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所以他心清净。啊，他的心清净平等。啊，但是没有觉。啊，那必须要把无明放下。啊，无明是什么呢？就是念头。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是非常微细啊！刚才跟诸位说了，一秒钟1600兆这个生灭，这个生灭只要一个断掉了就行了，一个断掉了全都断掉了啊！这一个要是放下了，设法界没有了，所以设法界也是梦啊。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啊，再提升一下，梦里明明没有设法界啊。醒过来设法界就没有了啊，那真的醒过来了，醒过来是什么世界呢？一真法界现前，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说真的？永恒不变，设法界里头都有变化啊，所以它是无常。十宝庄严土是真常，它不会变的《华严经》里面讲的华藏世界，往生经里面所讲的极乐世界都是十宝土啊，特别是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啊，可以说是它虽然是有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但是那个里面的状况几乎跟十宝庄严土没两样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十方诸佛刹土里面都没有，它很特殊。所以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你说这个都殊胜了 那你再回头看看我们这个世间，这世间多苦，你还会留恋吗？啊，到极乐世界去，越早越好啊！早去一天的，早受一天罪呀！啊，晚去一天，多受一天罪呀！啊，所以真的学佛人，念念不舍阿弥陀佛，念念念着极乐世界啊，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意识心里头常常想着啊，念是心里头常常念着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你会见到阿弥陀佛，
当来是你生到极乐世界。你天天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你不离阿弥陀佛了，一直到你成佛。你说这个都殊胜啊，真想去一个总的原则，你就真要放下。啊，我们今天在此地这么多年来啊，提倡戒定慧，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在戒里面特别提倡儒释道的三个根。啊，这对谁说的呢？对年轻人说的。你们要学佛，一定要扎根。六十岁以上的另外一个说法了。啊，那个扎根可以不必学了。你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我没根呢、啊。哎，阿弥陀根在阿弥陀佛里头。你想一想，你这个心已经变成阿弥陀佛了。行为也是阿弥陀佛，你还会犯过失吗？不会犯过失了。这个在佛法里叫道恭敬。啊，一心念佛是道啊。啊，阿弥陀佛的道啊，这个里头一切戒律啊都圆圆满满居住在里头。那你要问的是，那我现在才三十岁呀，我一心念佛行不行？你要真一心念佛也行。你看前几年深圳黄忠昌居士好像三十一二岁吧。哎，他就一心念佛。你看就一部无量寿经，每一天念一遍无量寿经，佛号不间断。他做实验给我们看，表演给我们看，三年。啊，因为看到往生传，看到净土圣贤录，很多人都是念佛我三年往生的。他们来问我，是不是他们寿命三年都到了往生了？我说这个讲不通，哪有那么巧啊？一个两个可以说啊，几乎占一半的人数啊，这个话讲不通啊。那是什么原因呢？他念佛功夫成熟了，只要念到功夫成片，他就自在往生了，还有寿命不要了，哎，他就走了。所以黄忠昌就做个实验啊，向孝利居士护持他，他闭关啊，求三年功夫成片，自在往生。他念到两年十个月，还差两个月，预知时至走了。他弟子规没学过，感应篇没有，十三页都没学过，一句阿弥陀佛，一切戒律都包括在其中，一心念佛，所有的三昧禅定也包括在其中，哎，这一句佛号通通就圆满了。这是很近的时间做给我们看的呀。啊，所以你真正下决心求生西方净土的时候，你就不必了。那我们还要住在这个世间，那就要把佛法兴旺起来，续佛慧命，弘法利身，要做出榜样啊！所以说弘护法行，弘护正法的一定要守规矩啊，要落实三个根啊，要把
望镜还原观的四德做出来，随缘妙用，那是什么境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随缘妙用啊，行为实则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所有学佛人最好的榜样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你都做出来啊，你才能够主持正法，你才能够弘法利生。你不做出来怎么行呢？啊，如何支持很重要，不能有一点点傲慢的习气啊！啊，世间法都不虚可，那佛法怎么行呢？那世法里头，那孔子所说的，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实教且令啊，其余则不足观也，就完了。啊，带一丝毫骄慢、嫉妒的个念头，你的功德完全毁掉了。这不能不知道啊！你看哪一尊佛菩萨不谦虚？啊，哪一尊佛菩萨有傲慢的习气？没有，一个找不到。啊，前面我们曾经讲过，景山活佛的故事。现在这个书从台湾好像来了一些，啊，寄了好像我听说好像是200本是300本寄过来了。这个人真正了不起啊！我们修行人没一个人能跟他相比。啊，金山活佛是金山寺的，就是南京。啊，南京金山寺。他的法号叫妙善。啊，过去这个普陀山的方丈啊，也叫妙善，名字相同，不是一个人。啊，他比普陀山这个妙善更早。啊，抗战期间他往生的，往生的时候也是80多岁。啊，这一个出家人。形象啊，很像济公，《济公传》里头描写的济公确实很像啊，真有神通啊，一生登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里面一套小褂裤，外面一件长褂，其他就没有了。冬天他也不冷，夏天他也不热，他就那么一套衣服穿一辈子，领子啊，那个肮脏的都是积得很厚的油垢啊，因为他不洗嘛，他也不洗澡，一生都没洗过澡啊，身上放莲花香气啊，他那个领子你闻闻，你身上毛病都好了，闻一下就好了，他有这个本事，不要钱，供养他的钱啊，以前还有硬币啊，啊，铜板硬币啊，你供养他，他吃掉了，啊，供养他钞票，他也吃掉了，
啊，当面吃给你看，吃掉了。啊，地上看到破铜烂铁，他都捡来吃。别住舍，在家居士对他很服啊，都称他活佛啊，见到他都给你顶礼啊，啊，他老人家跪下来也顶礼还礼，人家说不可以，不可以啊，你们都是菩萨，都是活菩萨。为什么这么做法？教出家人不要傲慢呐、啊！啊，不要自大了，因为一出家就了不起了。他带头，带我们出家人的时候给居士磕头。你看看，不得了啊！我们不知道忏悔，他带我们忏悔啊。啊，我们看了之后的时候，应当啊，任何地方要谦虚。这个就是还原观上第三种德了。如何制止？啊，心地真诚，态度如何？没有傲慢习气。啊，最后一条，待众生苦。啊，修佛干什么呢？代替一切众生苦难呢、啊？啊，你真正去教他，教他要用身教啊，身行言教，身要做不到，那个言没人听你的，没人相信你。啊，这一些都是真正修行人做出好榜样来给我们看。啊，所以这个三毒要拔除。我们这个修行初步功夫成就了。这是见思烦恼。啊，果位是什么呢？果位是阿罗汉。啊，在我们这个经的经题上，就是清净心，他得清净心了。啊，阿罗汉得清净心，见思烦恼断了。啊，菩萨得平等心，尘沙烦恼断了。啊，佛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用一个觉字，清净平等觉。由于智慧到彼岸，啊，小乘也算是到彼岸。啊，经教里面佛说的这个果位叫偏真涅槃。啊，大乘菩萨所证的叫大般涅槃，叫究竟涅槃。啊，这也叫涅槃。阿罗汉所证的也叫涅槃，叫偏真涅槃。啊，真是什么？真空。啊，万法皆空啊。啊，他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不再执着了。啊，一切都放下了。病因呢，三昧之力，这一句很重要。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禅啊，在这后头有啊，镇定、镇受、等持啊，这个后头有这三昧。下面一行啊，镇定是鉴别，不是邪定啊。为什么呢？
世间法里头有修禅定，四禅八定，这不是真定。为什么呢？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真定啊，是以能超越六道轮回啊，以这个为标准，啊，那是真定。啊，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虽然得这个定，定功会失掉。啊，他定的时间虽然很长，时间到了会失掉，失掉之后你的烦恼习气通通现行，所以又会堕落。啊，所以佛法讲这个正字非常重要啊，在招牌里的正字招牌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的啊，这正点也叫正受，受是享受，正常的享受。啊，那佛说呢，六道凡夫享受不正常啊，啊，五种受啊，身有苦乐，心有忧喜，这都不正常的。啊，那么身没有苦乐，心没有忧喜的时候，叫舍受。舍受是很好的，它时间很短，它不长。啊，他一会儿就又冒出来了，啊，苦乐忧喜他又出来了，所以他不长。啊，如果永远保持身没有苦乐，心没有忧喜，那就叫正受。啊，那就是正定了。啊，所以暂时那短暂的那个不算，那就算舍受。啊，这是佛给我们说的。啊，六道里头啊，五种受啊，苦乐忧喜舍啊，不正常啊。啊，离开这五种呢，那就正常了，那才叫正受。啊，等持，这个等持底下有解释，等是平等。啊，我们讲到底下的时候再说。啊，我们接着看。这个智慧道彼岸呢，是因三昧之力，故三毒永无，三惑俱尽，什么呢？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统统断尽了。啊，这是什么？这叫阿罗汉。啊，这个是在佛法修正里面第一个，我们讲学位呀，第一个学位达到了。啊，我常常是以学校学位来做比喻，佛陀是最高的学位，像学校的博士学位，菩萨是硕士学位，阿罗汉是学士学位。啊，这是最低的一个学位，你拿到了，阿罗汉拿到是最低的学位。啊，条件是什么呢？见思烦恼断了。啊，你才拉到这个。那尘沙烦恼断了的时候，那学位就更高了，那菩萨了。无明烦恼要是断了呢，那就成佛了。啊，那就拉到最高的学位了。啊，所以诸位要知道，阿罗汉只断见思。啊，尘沙无明未断。啊，在华严经里面我们常常学到的啊，华严经是讲菩萨，通通是菩萨。啊，这个见思烦恼尘沙无明都在实性位。啊，从断见惑，啊，这些见思惑、见思啊，见惑断了，证虚脱还苦，在华严经就是实性里面初性位的菩萨，
啊，我们知道小乘里面讲四果四相，啊，那么他拿到第一个果位了，啊，这是初性位的菩萨，啊，等于小学一年级你上学了，啊，相当于小乘初果。那么二性位的菩萨呢？他所修的是二果相，方向相，向着二果，没证到二果，啊，在修学。到第三性位的菩萨，就是二果了，三性就是二果。四性呢，是三果相，五性是三果，六性是四果相，七性位就是阿罗汉，就是四果阿罗汉，七性位。那八性呢是辟支佛，九性是菩萨，十性是佛。啊，你从华严经上这个十性位你就看得很清楚。十性位这个佛，如果把起心动念放下，他就超越十法界了，就到初住了，初住就明心见性。啊，是真佛了，不再用阿赖耶了，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了。啊，所以初住菩萨住在哪里？住在十宝庄严土，一真法界。啊，从初住到等觉，这四十一个阶级，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是住十宝土。啊，等觉菩萨把最后一分无识无明习气断掉了。这个地方所讲的居尽呢，这无明居尽呢断掉的，那是妙觉位呀。啊，妙觉位十宝土也没有了。啊，他到哪里去了？他到常寂光去了，回归自性了。啊，我常常在想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循环呐、啊。你看，从迷失自性开始变成阿赖耶，到最后到妙觉又回归自性。啊，这个大循环的时间是很长很长，没法子说出来的。啊，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循环，比宇宙的循环还要大。啊，回归到原位。啊，那探寻记里面讲三昧啊，三昧等持立成福故，定慧等故，名曰等。这个等就是定慧平等。啊，这个修禅的人啊，修禅定的人非常讲究。那对他们来讲太重要了。定慧要不等，你心定不下来。啊，慧要是多于定，你显得浮躁。定要多于慧呢，你的现象是昏沉。啊，所以一定要定慧平等。你的心情才正常。啊，才是真正在定中的境界。那么这个我们从初浅显的地方啊，能够体会得到。啊，我们不是修定。念佛堂念佛的时候啊，有绕佛。啊，绕了几圈之后啊，就止静。止静的时候就出现了。
啊，指定是叫你坐下来啊，坐下来念佛了，可是妄念很多。那个妄念多是什么呢？慧多过定，就妄念多。哎，有的人坐下来的时候没什么妄念呢，但是几分钟啊就打瞌睡了，睡觉睡着了，打呼了，那是什么呢？那是定多过慧，那会产生这个现象，功夫都不得力啊，所以一定要定慧平等，功夫才得力啊，所以这是在念佛堂我们常常能看见的这种现象啊。如果自己有这个现象的时候，要懂得调理啊，妄念太多的时候要把它定下来，心要专注啊，我们都用念佛吗？专注在佛号上，把杂念放下啊。如果是昏沉啊，定多过慧的话，昏沉啊，精神提不起来，你就起来，或者是绕佛，或者是拜佛啊，用这个方法啊，来调理自己啊，让自己啊功夫能够得力啊，这等持是这个意思啊，立沉浮啊，沉是昏沉，浮就是心浮气躁啊，定慧这叫等啊，等持心不散骨啊，住一静。这叫持啊，实实在在讲，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看破，没有放下，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啊。虽然经上讲的很多啊，甚至你自己也会讲万法皆空，可是你心上就不空，你还在留念，真正空了，你还有什么贪嗔痴慢了，就没有了嘛。万法皆空好像是一个口号，不是真的。所以真正菩萨他知道，菩萨把这句话当真，决定不是假的。年修小乘虚脱环都知道了。所以他真干，他真得受用。我们虽然晓得没真干了。不得受用。一定要真干。至于住三昧中，唯有念佛三昧呀，最尊如王，至宝啊，至贵至宝啊，故大集经中称啊，称之为宝王三昧。此处所指啊，应即此三昧。这个说的很有道理。你看看这个效果啊，惑尽过往三昧力，无名贪嗔皆永无，这什么地位呀？妙觉位呀！究竟佛果啊！我们通常说拿到佛，《无量寿经》上整这个觉字啊，成佛了。这一般讲法是原教初住就是成佛了，真成佛不是假成佛。为什么呢？他不用阿赖耶了，不用阿赖耶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佛的境界。
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功夫啊。小功夫是不执着，中层的功夫不分别，那上上层的功夫不起心不动念，无明断了，无明习气要断了，那就是等觉菩萨了。等觉菩萨断最后的一品无明习气，那个时候十报图也不见了，十报图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真的是永恒存在啊。你看他无明习气这个通通断尽了的时候，这个境界就没有了，就不现前了啊。所以世尊在大乘教里面常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十报图是相，没有说十报图除外，没有讲。当然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十报图也包含在其中。所以一切相啊都不可以执着。常常记住金刚经上这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心理的现象。心理现象是念头啊。善念恶念全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念头不邪就有果报。啊，就有吉凶祸福，有正果报。念头如果一邪的话，果报没有了。啊，真的是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一句。啊，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我心里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生。啊，我其他的都不想，那些都会是消失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就现前，这多好啊！世尊这一句话是给我们做了保证呐、啊，啊，可是你要记住，你天天想钱。前几天有个同学告诉我，啊，他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说曾经有人做过调查，在中国大陆，啊，调查什么呢？一句话，啊，你在这一生当中，什么东西对你最重要？就问这一句话，啊，好像他调查了7000多个人，都说钱，钱最重要，啊，这个调查很惊人呢、啊，只有4个人没有说钱。你看7000多个人里头，只有4个人没有把钱说，没有说钱是第一重要的，其他通通都是钱第一重要。父母妻子都不重要，钱最重要。贪财呀、啊！啊，贪财的人到哪里去了？到恶鬼道去了。如果因为财又犯了杀盗淫妄，那就地狱道去了。自作自受啊！啊，地狱天堂是唯心所现的，是你自己念头制造的，不是别的啊。那你看，我们人问我们，在这个世界什么最重要啊？
我们修净土的时候，阿弥陀佛最重要。除了阿弥陀佛之外，都通通舍掉了。你决定生净土啊！你念佛人也说钱是最重要的，那好了，这念佛就念到鬼道去了，魔鬼道、地狱道去了。那就是灌顶法师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念佛的人还贪财，念佛的人还抱怨，那怎么行啊？那个极乐世界与你没份呐！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要不知道，不搞清楚。我们这一生当中想往生极乐世界就靠不住了。真搞清楚搞明白了，该放下的赶快放下。该抓住的一定要抓住。就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我要见阿弥陀佛。你肯定办得到一点都不要怀疑这个世间一切随缘，什么都好为什么我要离开了？我再不管你们这事情了这样才自在，这个样子才会圆满所以这是这个念佛三昧真的是三昧中王大基金讲的不错，叫报王三昧这个地方讲的或尽过往三昧力了，就是指的念佛三昧佛法八万四千法门，记住佛说的话是真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但是修学呢与个人根性不一样，有些法门我们学起来很容易，有些法门学起来很艰难，那我们要找什么呢？找最容易的适合我们自己的根性。我们要不会选择，那就听释迦牟尼佛的话。释迦牟尼佛也是在大集经里头说的，他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戒律吃好了就能证阿罗汉果，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那我们生在末法了，我们自己不会选择了，释迦牟尼佛替我们选择了，我们老老实实听话就念佛抓住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这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我们就不会走错路可是虽然修念佛法门，弘护正法的人要有心量对于佛法各个宗派我们都要全心全力帮助他，把他们复兴起来为什么呢？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嘛我帮助你复兴，我还是念我的阿弥陀佛我出钱出力帮助你我不修你的法门，我尊重你的法门为什么这个法门是佛传的？这个重要，不能说我修佛念佛法门，其他法门我不管了，这个不可以。
啊，遇到真正有修其他法门的时候，我们要全心全力协助他。啊，希望大乘八个宗啊，在这个时代都能够复兴，都能够发扬光大啊，普度啊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幕后这个例子啊，霍金国王三昧力这个例子表以上种种圣德丰盛的功德了，是吧？乃由此三昧力也啊，无量无边殊胜的功德了，都是这个三昧力成就的啊，报王三昧力。那由此三昧力啊，故云无名贪嗔皆用无，或见过往三昧力啊，这是究竟佛果啊，在等觉之上啊。此六句愿文，以智慧为首，以宝王三昧及定慧等持为戒。是有深意啊，念老给我们点出来了，我们得有深深体会。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宝王三昧，没有真实智慧，就不能成就。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你认识了净宗法门，这个法门具足真实智慧啊，他讲三个真实：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啊，念佛一心念佛，就是修宝王三昧。啊，果然一心学佛，真正把万缘放下。黄忠昌是个好例子，两年十个月就成功了。啊，欲知时至，没有生病啊，走了。啊，活化留下的舍利，这个舍利现在供在深圳。啊，做出榜样来跟我们看。啊，三转法轮呢，他在做正转，给大家做证明。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再继续看下面经文，下面也有两首半的偈颂啊，两首半偈颂。业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这一首是如佛救苦
啊，法藏比丘发这个大愿，啊，我也能像佛一样，啊，来救度啊苦难众生。下面一首，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禅定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这首偈是希望自己将来度化众生，能令一切众生都成佛道。这些愿在以后48愿里面通通成就了。末后两句，假使供养恒沙佛，不如坚勇求真觉。这是坚求，坚决的要求真觉，这个真觉就是佛道啊，坚决的自己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成佛。为什么？成佛才能够如佛度众生。你自己不成佛，你怎么能度众生？那怎样成佛呢？一心念佛，这一生当中就成佛。告别的法门很难难，要很长的时间。那搞这个法门不难，那念佛三年成就的人太多太多了。啊，那我们深信这当中三年念佛成功啊，有不少人他没走。他为什么没走呢？这个地方与他有缘的众生多，他留下来教化众生啊。啊，如果没有缘，他就走了。真正念到功夫成片呢，生死自在，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就走啊。那这叫了生死出三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什么叫有缘？他住在这个世间讲经教学，有人相信他，有人能听得懂他的所讲的啊，听懂了之后真正能够依教修行，这叫有缘啊。如果有这种缘分呢，他虽然得啊，我们讲最浅的功夫啊，最浅的念佛三昧功夫成片，他不能走啊。啊，那得四义心理义心那更不必说了啊，他一定要弘护正法啊。什么时候走？缘尽就走了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跟他有缘的这批众生他都帮忙了，都帮助他们了啊，成就他们了，后面弘护的事情由他们来接替，世代相承，他就可以走了啊。这真正叫得大自在啊！
啊，对这个世间绝对没有任何留恋，啊，完全是感应道交，啊，有缘就是感，啊，菩萨就应当应。这个地方两首半偈子里面讲三桩事情啊，我们看下面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上至一段原文啊，就是前面这个十句啊，一段原文，求佛之觉他得了啊，前面是自利呀，这是叫他了，利他得了啊。首四句如佛救苦，表法藏比丘愿如过去无量一切诸佛，为一切有情众思之大道士，引导众生离苦得乐，从迷得悟，除生死海，入佛之界，并以种种方便令一切众生得无威力啊，故曰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我们先看这一段啊，法藏比丘在世间自在王佛面前发这个愿，这个愿殊胜，为什么呢？希望自己自觉觉他了，都能跟佛一样，这个愿殊胜啊。我们想想，我们学佛发的是什么愿？跟他对比一下，就明白了。啊，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读六祖坛经。看到六祖之所求，我们不敢想象啊！啊，慧能，到黄梅去见五祖仁和尚，五祖问他，你来想求什么？他的回答，我想求做佛，我相信五祖在一生当中接见多少人，从来也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说我要来做佛，稀有难逢啊。他是想来做佛的，五祖真的帮助他成佛了。然后我们就晓得我们的心愿关系多大。那现在一般人来学佛啊，在家的你问他，你来求什么？就升官发财，求佛保平安，不就是这些吗？没有一个是想我是要来求做佛的。
啊，出了家了，你又问他来求什么？啊，那是学了些口头禅，弘法利生呐，啊，弘护正法了，啊，他是不是真的兑现了呢？没有。啊，能够不搞名闻利养就不错了。啊，所以真学佛不容易，真学佛是以佛为标准呐。我要学他，跟他一模一样啊！十法界里面的佛，就是这个样子。他真学，学的真相，哎，就是没有用真心，啊，还有起心动念，啊。但是虽不是用真心也很了不起，他分别执着断掉了啊，只有起心动念了啊，所以也值得我们尊敬啊，我们跟他相比差远了啊，你不能不尊敬他了。注解里面注得好啊，愿如过去无量一切诸佛，这就说明了一切菩萨最后成佛，成佛之后啊，无不是救度一切世间苦难众生啊！那苦难众生包括哪些人呢？包括十法界，十法界里面的佛没能转世成智，他还是苦。无明烦恼没破啊！啊，见思尘沙虽然断了，无明没断呢、啊，他怎么不苦呢？啊，还要诸佛帮助他啊，教他把最后一片无明破掉，这无明烦恼，所以。为一切有情之大导师，在佛法里面，导师是对佛的称呼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对佛尊敬的称呼，导师，还有一个名词叫大师啊，这是对佛的称呼。啊，对菩萨都没有用。你看，对菩萨称大士，没有称大士的。啊，所以现在一般我们如果说是人家不懂啊，尊敬你啊，你出家人呢，称你为大士，啊，称你为大导师，你要告诉他，啊，不能用这个称呼，啊，用这个称呼呢，过分了。我们没有到这个程度啊，名实不相符，这不是尊敬啊，我们要给世间人做好榜样，不能够僭越啊。和尚可以称，和尚是印度啊，啊，意思呢？翻成中国意思叫清教师，是我们现在学校里的指导教授。啊，你在学校里面读书，是他亲自指导你的，啊，所以叫清教师。
啊，校长也是清教师，他虽然没有上你的课，你的整个课程计划他设计的。那他聘请一些老师代表他来执行的，所以他是清教师啊，这个称呼不能随便称呼啊。那一般的教授呢，现在学校叫教授，在佛法里叫阿舍离啊，佛法阿舍离就是现在学校的教授的称呼啊，他的德行、他的修养、他的学术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模范啊，所以阿舍离翻成中国意思叫规范师，规是轨道，范是模范啊，就是他的道德修养学术啊，可以教导我啊，可以指导我。啊，从种种称呼，诸位细心去观察，佛教不是宗教啊，宗教里头没有这种称呼的。啊，宗教里面称神、称上帝、称主，这在佛教里头全没有。啊，佛教里面称佛称菩萨，那是学位的名称。啊，这个里面称大导师，那是职务上的称呼。啊，这大导师是校长。啊，是职务上的称呼。啊，称阿舍离是教授，都是职务上称呼。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我们自己称为弟子。学生啊，中国古时候的弟子就是现在人家的学生。我们跟佛跟菩萨师生关系啊，那菩萨是佛的早期的学生啊，我们是现在的学生，我们跟菩萨前后同学，这关系搞清楚，这伦理呀、啊，啊，所以菩萨都是我们的学长，啊，这个要知道，啊，称菩萨是称他的学位，啊，关系是前后同学，啊，是学长的关系。啊，所以你要是通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晓得佛法是道道地地的教育啊，佛陀教育啊，跟宗教怎么样也连不上啊。啊，现在把佛教搞成宗教，搞成迷信，这叫天大的冤枉啊。啊，我们不能怪社会大众，怪我们佛门弟子，我们做得不好，我们自己没搞清楚啊，自己把佛教变成宗教，变成迷信啊，那这样学佛，那就是灌顶法师讲的，恐怕将来都要到三恶道去啊，怎么对得起老师啊。那为一切有情的大老师，一切有情包括十法界，引导众生离苦得乐。这个苦究竟苦，得乐呢得究竟乐啊，究竟苦是什么呢？苦的根在哪里？苦的根是无明，叫无明烦恼啊，尘沙烦恼是从无明烦恼生出来的，见思烦恼也是 无明烦恼生出来的，所以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
啊，他要是断了，所有烦恼就断了，就没有了。回归自信呢，是究竟落啊！啊，换句话说，十报庄严图都不是究竟落啊，回到常寂光才叫究竟落啊！这帮助人呢，得帮到底才行啊！啊，大乘教就常讲啊，佛事门中不舍一人，慈悲到基础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完全随个人自己的意思。啊，我们真想干，佛菩萨是真帮忙。我们不想干，他也不会来找我们。啊，从迷得悟，出生死海。啊，这个生死，在佛法里面讲两种生死：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啊，分段上生死是有形的。啊，我们在这个世间这一生，从生到死，这是一段，这是大的。那小的呢？细分呢？从年头到年尾。这是一个生死，再给你细分呢，昨天死了，今天生了，这昨天永远不再回来了啊！然后再给你分呢，前一个小时死了，这个小时生了，这都叫分段啊，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前一念灭了啊，这一念生了；这一念灭了啊，后一念生了。这都叫分段生死。所以叫无常嘛。变异生死跟这个不是一个讲法。因为生死是苦，那变异也是苦。变异说我们不断在提升，像念书一样，你念一年级，一年级生了，一年级念完升二年级了，一年级死了，二年级生了，二年级死了，三年级生了，这个叫变异生死啊！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所以摄报图里面四十一位发生大事才有变异生死，无时无明的习气啊，渐渐的断，它渐渐往上提升，那叫变异啊。到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断尽了，那叫妙觉位了，那就永远没有生死了，变异生死也没有了啊。这个是佛经上两种生死的这个说法啊，我们要晓得，叫出生死海，入佛之境啊。正得像佛一样圆满的智慧啊，得像啊，这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完全证得，并且以种种方便令一切众生得无为力啊。这个无为，四种无为，力是实力，都是如来在果地上所证得啊。实在讲呢，这都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
啊，慧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说出他所证悟的境界啊，说了五句话。第三句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呢？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具足无量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用这三大类把整个宇宙里面全部包括了，一样都不漏，不是属于智慧的就是属于德能的，不是德能的那就是相好的，通通概括了，本自具足啊。啊，所以它有种种方便，有这个是这个四无为实力。啊，故曰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啊，这是举个例子，因为这是一切众生所不能免的，一切众生都以这个为苦恼。诸世间啊，能救一切诸世间吗？这个诸世间呢，浅言之，欲界、色界、无色界是世间，这讲六道啊。啊，欲是七情五欲，六道众生都有啊。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这是七情呐。啊，欲呢是欲望，财色名食睡叫五欲。啊，六道众生有七情五欲啊，所以叫欲界。啊，这很苦。很是非常严重的烦恼。如果我们能把这个七情五欲控制住了，这用什么修定呢？啊，世间禅定，四禅八定，这个禅定修成了，修到初禅。你就超越欲界了，啊，天有二十八层，最下面这是欲界，六层天，啊，这个六层天没有离开欲，越往上呢，这个欲越淡薄，啊，欲如果真正控制住了，虽然没断呢，它不起作用了。你就不在欲界了，你就升到色界去了。啊，你证得了初禅，啊，定功达到初禅，你到初禅天去了。二禅你就到二禅天去了。三禅四禅。啊，这四禅里头一共有十八层天。啊，叫色界。啊，里面有色身，有身体，有色身，啊，有宫殿，啊，有色，啊，就是有物质现象，里头没有欲望，没有情绪，它叫情绪化的，它那里没有，那边人很正常。啊，如果再向上提升呢，就四空定。啊，向上提升呢，人没有身体了，没有身体当然也不需要居住的房屋了，就更清净了啊，
大概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灵界啊，他们居住在四空天，也有四层四空定。高级凡夫啊，啊，这种境界我们在老子里面看到啊，老子里头有一句话是无有大患，未无有身。老子说我最大的忧患是什么？有身体啊，那有身体就有麻烦了，没有身体多好啊，四空天没有身体。啊，所以老子讲的这句话，不知道他是不是到了四空天。不到四空天，说这句话，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确实有这个境界。啊，所以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六道啊。三界无安，又如何者？这一句话是《法华经》上讲的。啊，这个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为什么？这个都有尘住坏空啊，绝对不是永恒的，不是不变的。那你的定功支持，让你到那天去往生，定有一定时间。啊，时间到了，定功失掉了，你的烦恼又现行了。现行之后，你会随着业力啊，又去投胎，依旧搞六道轮回。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麻烦啊！佛给我们讲啊，三界无安，譬如火者啊，像这个房子，你住在里面，房子起火了。你没法子逃出啊，啊，借在生死海中，啊，这生死海就是六道轮回，故愿救度。啊，法藏菩萨发愿呢，要救啊，特别是六道里头的苦难众生。啊，简言之，在地前诸位。也是世间无名未尽，夜因度脱，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地前是别教啊，初地之前，别教初地等于原教初住啊，所以在华严经上讲呢，就是初住，初住以前，那就是实性位。华严经上实性位，实性位里头包括声闻缘觉菩萨佛，无名未尽，他还是有苦恼啊。啊，所以也得去度他了。啊，正得初住以上，转阿赖耶为大圆尽智了，也就是转八十乘四智了，才超越十法界。菩萨度众生呢，要到这个境界，那往上呢？往上无功用道，那没办法了，那就是时间慢慢的让这个无明习气自然淘汰掉，那上头用不着力，所以也就没法子度了。啊，度的时候就近把它带领到十宝庄严土。啊，这个度众生呢？就是到圆满了啊，到了圆教初住啊，他在十报头里面
那就是时间，时间长短也不一定啊，跟他的定功有关系啊。那么他不障碍他啊，在十法界里头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能现什么身啊，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境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